萧恒的打，他是很有风度、很潇洒的。因为萧恒有个特别重要的道具是他的扇子，尽量多用扇子去解决一些武打的场面。打的时候也是不能够啊那种发力感。来，一二三，看，走走走，是的，好，再来，来，走走走，上走走走，走走走走，拐走走走，他是干嘛的？乱七八糟，再来个，好，过了，特别棒。有没有你接不上的词？饼，哎，对，太阳出来了，饼。Bang bang bang， 小风。导演先要提点风啊。他，但这句啊，你说速克公是在审我，有一点生气，因为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，结果不是想行，对，结果他还在问，我还是在逼他哈，我不管，是在逼他，不管了哈，对，你不管，你是在逼他，就你想的是，我都开了这个口了，你明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逼我，对不对？所以速克你是在审我吗？啊，对吧？之后你明走走。那都很正，那观众绝对想不到这是江源博是谁。江源博和谢芳菲两个人，对，第五段是单身的。我的心劳全景先别往近景了，说请玉峰把飞机飞着做亮。我能最后大有意见，我能这样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好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这样好，就这样慢慢蹲下去。我操，蹲下去以后了，快保护我！然后他就过来了，但我也是笑容，惨不惨？都好的瞬间。小学生吓我一跳，别再吓一跳了。你吓我了，你那么一下吓我，哪来的？现在就不准了。你下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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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他没人吓我。你吓我了，艾米。他给你一个礼物。那个、送你个，好久没送你个礼物，什么假的？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失败了！好吓人！放在手里。失败了！我刚才本来想这样。哎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没挂住。行啊。失败了。他刷新了。还有谁？没了。这样演的挺像是吧？这小娘子，这个姿势是要跟哥哥跳舞啊？这是啊！咋的？你录了？喝一杯去啊！我给你指个道儿。蹦蹦。全场最佳。苏哥，干嘛？快！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！不拉包他。